我们已经到达夏威夷的机场了。我们这一个机场是毛伊岛的机场，然后这是我们搭乘的，应该是吧？是我们搭乘的飞机。然后你看，这是机场，然后它还有一些贝壳的陈设。好，继续往前走哈。好，我尽量不守正，但应该很难。一下哦，天气很好哎，我穿着很厚的毛衣来，这个天气啊，应该就是穿薄的长袖应该就可以了，可能穿短袖也觉得不会很热，但是因为我看气象的时候他是说还没有到20度啊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是不是？很冷，好，没关系。如果没衣服穿，就只好拿老公的衣服穿，因为他有带短袖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哈，我觉得这个机场，算是国内机场吧，所以还朴实的哈。我觉得不能说是简陋哈，应该说是朴实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领取行李。来，夏威夷度假的旅客也是很多哦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